你要看对方啊，对方被压迫，他通常可能就是打斜对角，就是后场就给你打斜对角，你要有准备好，就是要跑斜对角跑。对，你要看他的动作。如果对方想对他的对角，对，所以通常在那个位置上面，你要在左右边站着，因为他不会往你身上，他只会往后场。或是大的人家在，他就是往前推，所以你要稍微往右边一点。对，你就站，不会太明显说我要在前面脚，你要准备他打斜对角，但是拍子要提起，他就是拍子。Thank you.